我哋前一排就去咗上梅林村牌坊附近食大闸蟹，由梅林村行过去嘅时候，无意中俾我哋发现到有一间好特别嘅零食超市。翻香港上网查之后，先发现原来呢间超市起源于长沙，短短几年咧就喺大陆嗰度开咗超过10,000间分店，而且佢仲揾咗周杰伦做代言人添。店铺里面嘅货物价钱真系比好特卖仲要平咯，老冰棍只系卖7毫子一支。清凉茶就卖8毫子，自热饭盒就卖6.5啫，鸭屎香柠檬茶2.5，仲有巨型嘅网红辣条卖添。而家就带大家一起去睇一睇，到底啲货品系唔系真系咁平啦？今日我哋就嚟到呢间零食很忙嘅超市，睇一睇里面有冇啲咩平价货可以扫先。喺门口见到佢每个月7号都会有会员价88折。原来周杰伦仲要是呢间店铺的代言人添。见到呢度成排饮品都是9毫子，去到6元鸡。呢度嘅饮品都劲平咯，8毫子就可以有支凉茶啦。黄老吉清热气凉茶都是9.99一盒，农夫山泉2.2一支。呢啲1支可以吸嘅饮品就是9.99一包，呢、这个就是杨枝甘露味道。去到隔篱咧就有蓝莓西米露味道都有。可乐的话就是1.8一罐百事可乐。这个柠檬茶好味啊，我喜欢喝这个鸭屎香柠檬茶，都是2.5一樽的，我们又买了一支。统一奶茶细细丝2.8一支，我、哦、这个喝过，这个我挺好味，我挺喜欢的。华阳果味汽水3.7一支，东方雪叶2.7一支，真是抵，外面买都3-4元一支啦。大罐凉茶咯，这个就是2.4一罐，又是有480ml 的。我是安华田的特浓可可，就3.2一盒，一盒有250ml。布甸都是99一个，这个喜之郎布甸上面有个饮管就可以给你啜啦。煎茶奶酪就3.4一支，不知道有没有味呢，我平时喝它的奶茶我觉得 OK 的，这一只味就没试过了。到隔离的东鹏特饮都是4.2一支，一支就500ml。3.5就有一排乳酸，一排里面有4支。行咗一阵间就觉得呢间店比好特卖企理好多，唔会有太多货品阻住啲通道，劲抵咯！2.9可以有一支珠江0度啤酒，菠萝啤嘅话就1.8一罐，一罐有330ml， 2蚊鸡唔使有罐饮品，真系抵到烂。哈尔滨啤酒都系1.9一罐，就劲抵咯，2蚊都唔使，就有罐啤酒，夜晚买几罐吹下风饮都几正。去到隔篱的珠江精酿纯新啤酒咧，就4.9一罐；雪花清爽就3.4一罐，500ml 都是非常之抵，5蚊唔使就有一罐啤酒啦。8蚊一包，劲大的辣椒，超级之巨嘅，有888g。之前喺度睇 IG 就见到啲人会买呢个上去高铁嗰度慢慢食啦。9.9就可以有包芒果干，啱晒我，劲中意食芒果干咯。我包一包薯片啊，番茄味薯片劲抵咯，我哋食过噶，呢、这个嗰次搭高铁嘅时候食过，系几好味。泥烧烤味薯片咧就系1.8一袋，咁呢个我就未试过，唔知道好唔好味啦。但佢番茄味系好味，山药都可以整成薯片，呢、这个就1蚊一袋山药薯片，唔知佢味道好唔好味。铁板烧烤味非油炸薯片1.8一条，里面应该有好多唔同嘅味道。小鱿鱼系列的虾片都是1.9一大包，这个正啊！朱古力味血1蚊鸡一袋，就我唔会劲中意咯。等我扫翻几包翻去俾佢食先。而亲亲薯圈月味咧，都是2.2一包，就系佢呢度啲零食全部都是1蚊鸡就可以有交易啦。哇！牛耳仔麻花全部都是2蚊一包咋，佢有分好多唔同味道咯，有5香味。隔篱呢个麻花咧就有甜辣味。老蛋就是1.7一个，好毫子一包金莲豆、哦、这些呢看韩剧的时候一边煲剧一边嚼下就非常之正啦。士多啤梨味百力汁就1.9一杯，它这个呢就是里面有些士多啤梨酱，再加些百力汁你就可以饮住来吃了。隔离都有朱古力味，都是一样，里面有些朱古力酱，跟住饮住啲百力汁来吃。小时候的时候是很喜欢吃这些的。牛肉粒7.8有一盒，里面有105g， 你看到里面有很多粒，它用个盒装住了的，包装都挺漂亮。鱿鱼丝呢就是2.5一包，我说肉松卷都有、哦、这个肉松卷就6.6一条，
竹条竹条鸡嘅，里面应该系有啲肉松再加紫菜。啊底啊，过九有一个杯面啊，细细个杯面。红烧牛肉面同好特卖个价钱一样，都系3.5。而康师傅牌子嘅杯面咧就2.6一桶，一桶都系细细桶咁样，你可以当一个晏昼或者当一个下午茶都够啦。冇谂过连饭都有喎，呢个一大哇好重，一大桶饭咧就系 6.5。自热煲仔饭系列，只要鸭肝脆面就1.5一包，可以做小食嘅时候嗰啲零食。哇、啊，冇谂过9毫子有交易喎，9毫子就可以有一包方便面。如果中意呢啲汪汪大米饼都可以买喎，佢呢度就系19.8，有500克。个旧一代杏仁薄脆片呢啲好味啊，最啱咧就系煲剧嘅时候喺度食，当下午茶就非常之好啦。去到隔篱就仲抵啦，呢、這个芝士味嘅威化饼9.99一包咋，朱古力软心曲奇咧就3.99一袋。如果你想买盒装嘅话，就可以买隔篱呢个5.2一盒，一盒一盒咁样嘅。2.99一袋鸡蛋仔啊，2.99一包，一包就有80克。3.99就可以有一包黄油味嘅曲奇饼，做小食零食下午茶就啱晒啦。咁个连无蔗糖食品都有喎，呢个咧就系2.5一包无蔗糖苏打饼，非常之健康。香煎薄脆就2.2一包。咦，2.99有一盒绿豆饼喎，里面系有好多个细细盒嘅，大概有10盒啦。我之前去旅行有食过，觉得挺好味噶。隔篱呢度仲有好多饼干喎，都系2.99一包，就一包咁大包啊！早餐饼干咁大包都系2.9，即系我哋可以攞嚟做早餐啦，下午茶都得，送杯奶就可以食饱啦。呢度有好多唔同款嘅糖果，全部都系按重量计价。迷你大白兔糖2.99一包，一包有39g。2.99有一袋软糖，望落去好似都几好味咁样。而枇杷润喉糖咧就1.9一盒，过山咧就可以有一条咁样嘅山楂条啦，全部都系儿时嘅回忆。旺旺牛奶糖就2.99一袋。是好靓嘅风车糖啊，1.9有一支，翻去送俾细路仔就啱晒啦。牛牛奶片就系1蚊一排，我系伊利牛奶片嘅话就系3一排。牛浆软糖2.99一盒，你见到佢啲包装好靓啊，攞翻去送俾朋友都几好。全部雪糕都好平啊，7毫子就有交易啦。呢个糯米糍巴都系7毫子一个咋，抵到烂。佢有好多唔同种类嘅雪条，譬如有朱古力雪条，或者系红豆糯米方糕都有。呢、这个老冰棍7毫子咋，7毫子一条老冰棍劲平咯。我平时喺出面买4-5一条。仲有坚果添喎，每日坚果活力款2.9一包，佢里面有5种坚果同埋3种果干。瓜子都有啊，瓜子咧就4.5一包，核桃都有啊，核桃咧就系2蚊鸡一包。如果是青豆的话就是1.7一袋，那你会摸到其实它的份量都挺少下的，小小包这样啦。5.8就可以有一包芒果干。去到隔离第二种牌子的话就是9.9一包，一包有160克，啲芒果干望落去都好大片的。波浪干呢就是3.9一包。啊这个11.8榴莲冻干啊。唔知道有冇味咧？我成日見到有呢啲產品，但我都未試。雀巢即溶咖啡1.3一條，呢個係1+2嘅。隔離都有，又係咖啡。有啲茶包都係1.9一包啫。呢個咧就係蜂蜜果茶，可以用佢嚟沖沖，然之後就會變咗杯水果茶啦。直接簡單啲嘅話，就係檸檬菊花茶，就係1.2一包。生椰拿鐵燕麥片你就會見到係15.8，有500克。佢好好嘅，佢喺隔篱咧有个细细字写住，即系每一袋大概就系1蚊鸡左右。你有啲生椰拿铁嘅燕麦片啦，同埋豆浆，咁我哋都想买啲翻去做早餐冲嚟饮。旺仔牛奶纸盒7.9有一排，里面有4支，都 OK 嘅价钱。嗱，呢个纯牛奶就真系抵啦，佢29.8有10盒，10盒每盒咧就系250ml。
嗰啲谷物牛奶咧都系个九一盒，每盒250ml。旺仔奶就6.91一排，一排有四包。乳猪佩奇奶就系7.8一排，一排都系有四盒。如果系要小猪佩奇豆奶嘅话，就系7.5一排。你见到佢啲包装真系好靓，好得意啊！啲酸奶就7.9一排咯，好细盒噶咋，劲细盒。佢仲有好多牛奶可以揀啦，最平嘅话就见到伊利鲜牛奶都系2.7啫，过六就可以有一盒豆奶啦，抵到阿妈都唔认得。香港未见过可以咁平，1蚊雞可以有支饮品咯。我哋最后都买咗少少翻香港试食。按重量计加零食，全部都系好足称嘅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选购。杯面都好好味，冲剂类嘅味道就中规中矩啦，唯独薯片咧份量就系偏少嘅。今次无意中见到呢一间店，而且系一间规模普大嘅连锁店。店里面有成过千款零食，而且价钱系比一般嘅超市仲要更加平、更加抵。深圳嘅分店都有几十间，咁大家就可以用美团、大众点评去查一查。相信无论喺边附近都应该会揾到一间嘅。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差唔多啦，多谢大家嘅支持。如果中意我哋嘅节目，就记得订阅、按赞同埋分享俾你嘅朋友。好啦，就嚟到呢度啦，拜拜。